位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谈完了邪见与正见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谈知见障。什么是知见障？它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？好，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师父，我们知道在佛教里面啊，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知见障。那什么是知见障？是不是请师父首先为我们说明一下？其实这个名词啊，也是后来人制造出来的，是也并不是一定是佛学的名词啊。应该是所谓所知障，和烦恼障，这是叫做二障，知见障、烦恼障和所知障、所知障，哪一个所？所以然的所，所以然的所，知道的知啊。那么知见障呢？也可以讲就是偏见的，也可以讲啊，是从学习经验而得到的呀一些讯息或认识，然后呢，他认为他所学到的是，他所得到的讯息是最正确的，真理，真理啊，那这叫做知见障。比如说啊，有的人。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啊，这是最高的真理；有的相信柏拉图的这个思想是最高的真理。那么在近代以来，有的人说存在主义是最高的真理，那也有的人说现象主义才最高的最高的真理。现在又有什么后现代主义，这是最高的真理啊？那现在还有人呢，有一种什么虚无主义、什么主义哈、这些。思想，不管是宗教的也好，哲学的也好，或者是科学的也好，往往都形成一种啊，执着，有些科学家，他们从他们的老师以及从他们自己啊，研究，和啊实验，而得到的一些结论，他们非常的固执，认为他们所见到的是。真正的是真理，是好像就已经见到上帝哈、那就是上帝哈、就得跟其他的人所讲的、所想的，他认为他那个是最高的真理，其他的人大概不是的。不过现在的一般的这个知识分子啊，可能这种执着又少一点啊，因为科学又昌明了，因为许多的。科学理论，这个到下一代或者过几年以后呢，有一个新的理论出现了。对，不断有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。因此现在的人都说啊，现在目前我想是最对的，至于未来我不知道，这个已经相当客观了，没有像过去的人呢是那么坚持，说他想的一定是对的。是。那么这一种叫做知见障。是，那么知见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吗？知见障就是出主而弱奴，或者是弱奴而出主，也就是说先入为主啊，以自己所见所知否定他人的所知所见，那就是知见。那有一定的认为自己的真理。可以执着的，那么这个已经把它障碍着，其他的更大的天地的之间呢，它可能进不来了，进不来了。是，他已经封杀了所有的一切，他以为他自己呢是最好的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叫障碍了。还有，为什么叫做障？从佛法的立场来讲，障碍，障碍他智慧的开发。这个也是很笼统。什么叫做障碍他智慧的开发？也就是已经固定好执着认为自己所见，或者是呢他这个学派的所见是最好的、最高的，那这本身呢，就是放不下了，就是一种我执。就是有的人呢把身体当成我，有的人呢把名誉当成我，有的人把观念当成我。有的人把思想当成我，那这种人就把他这个知见，也就是他的知识所见的当成是生命来执着他，
他不愿意放下来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障碍。障碍什么？障碍他自己超越于自我中心的一种啊范围了，所以是已经就画地为牢啊，画地自限，画地自限。那么像这种人我们叫做障碍。那么佛法讲什么呢？佛法呢告诉我们啊，不要说世界上有真理可以执着，连佛所说的法也不应该执着他的。佛说的法等于是一种方便的善巧的一种工具的应用，当某一个时候在某一个情况下说某一种法，这是为解决当时那一些人的问题的。这个问题已经过了，已经解决了，这些人已经不存在了，那个法已经没有用，那就不需要执着。比如说我们禅宗的语录很多，是做祖师们呢叫人家开悟的，以及呢自己开悟的这种经验之谈。那但是呢这些都是祖师们已经过去了的事，把它记录下来的。是如果我们说他是那个错的，也是不对，他们是有这样的事，那是过来人讲的话。但是你要认为那一个才是啊开悟的一种啊方法，或那就是开悟的一种事实，那也错的。如果执着着祖师们的语录，这个人叫做死在句下，死在那个句子下边。为什么死在句下？你老是就是缘木求鱼，叫做那个永远呢就得不到鱼了。应该是呢放下了这个自己的执着，不管是执着什么东西，你就放下，然后呢你心胸啊开阔，连自己的心胸都要放下，这个时候才是能够见到真正的所谓的空性。我们上一次讲的空性见，讲的空性，否则的话体验不到空性是什么，因此叫自见障，所以也得不到正知正见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是不是高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得到知见障呢？我们又如何破除知见障呢？非常欢迎你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